OK， 那么现在由大家所见啊，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有位于我们现在这个米东汽车城这边的宝骏的 4S 店。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宝骏的展厅。那么现在整体这边的这个人头，即便像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比较阴霾，那还有一些雨水，但实际上店里面还是蛮热闹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快接近 4S 店的下班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目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宝骏510有了一些改变。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这台车型的外观，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些抄袭因素在。当然我个人看的话呢，如果它要是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灯光照射效果的话，那我倒是不会太介意它。在整个底盘下方的时候，你会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得到它后方这边的抗扭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往后靠，而是往前靠。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后舱这边装了足够多的东西之后呢，它的这种平衡性能做的应该还是不错，很少。这个车型做到，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标志这边，如果不是它不会这么标，所以一会儿我们来验证一下。能够摸到一个我们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扳手，拉开它之后呢，就你能够看得到的是它其实只有两项调节，没有四项调节。而在两项调节当中呢，它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牛板弹簧去做了个回位，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说像一些其他的车型设计当中能够将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反馈到我说现在的这块屏或者这块屏上的话，那这个观察部分的视野只会在我停车的时候才会用到，跑起来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不会去看它的。是我这侧的位置，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的整个坡面的一些设计，对于我们说现在的整个这个安全带这边的收纳是有多重要，工艺控制做的也还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路途当中去看这台车吧。 OK， 那么现在由大家所见啊，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有位于我们现在这个米东汽车城这边的宝骏的 4S 店。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宝骏的展厅。那么现在整体这边的这个人头，即便像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比较阴霾，那还有一些雨水，但实际上店里面还是蛮热闹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快接近 4S 店的下班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目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宝骏510。在我们面前的这台宝骏510其实是一台面向于我们说比560这种家用级别的 SUV 要低一个级别的版本。那么低一个级别品质会不会低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展现。那么首先510这一次呢，它其实采用了一些新的风格设计，比如说全新的一个中网设计，包括像我们说现在整辆车的车身比例都是以一台我们说比小型 SUV 大一点，比紧凑级 SUV 稍小一些这样的一个中间跨界的这么一个定位去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部分。首先前脸的设计呢，其实实话说跟我们说来自于这个吉普的自由光是蛮接近的，你可以看到上方这边整个日间行车灯的一个设定，包括像下方整个灯组的一些设定其实都是蛮接近的。而像这样的设计来说，让大多数老百姓看到眼里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借鉴的这些元素并没有说特别不好，而是说能够在借鉴别人的同时能够脱胎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外观上的一些设计，成熟的一些理念。因为你要知道，毕竟大多数人进来之后看车肯定是第一眼看的是外观，而同时这一代的车型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雾灯，再比如说带有透镜的大灯总成，以及转向灯光的一些设计，都是让这一次这个车型的分体的这种灯光呢在外形上面来说是有了一些改变。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这台车型的外观，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些抄袭因素在。当然我个人看的话呢，如果它要是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灯光照射效果的话，那我倒是不会太介意它。毕竟这台车型作为我们说年轻人的选择来说的话，还是上路之后你要看到一些更细的一些细节，比如说配置、舒适度以及我们说一些细节上的调教。我们来看看别的方面，这台车型的前悬采用了麦弗逊悬挂，而到了后悬呢变成了扭转梁，也就是我们说的抗扭力梁。那么全车采用的都是一样的轮胎，包含一条我们说全尺寸的备胎设计。那么尺寸呢都是来自于这条加通轮胎，为205/60/216。16寸的轮毂其实实话说在我自己的那台车上来说稍显得有点小，但是在这台车上明显变得是比较尺寸协调了一些。而且从整个车身侧方这边的整个这个设计上来看的话，你如果不看这一块，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车的车身侧方这块的设计啊是很接近 C3XR 的，尤其是在这一侧整个轮间经线包括像我们说轮拱这块的设计上面都和 C3XR 如出一辙，很漂亮，而且至少比那台车看起来的话在侧面要看起来更完整。那么前盘采用了通风盘的设定，而后盘则为实心盘。作为像这样的一个车型来说，自重本身并不大，那么它到底有没有一些合适的一些设计，我们还是来看细节。首先前悬你可以看到在内部的一些钣金工艺啊，
那么在这一侧，相对这一侧的位置的固定呢都算比较稳固，所以它本身来说，你在走一些烂路的时候，并不会有因为说这些间隙而会牵扯到一些松旷或者说是一些颠簸的一些异响出来，这个不会有。但是虽然说它是一个本身比较软的这种材质，但是在本身轮毂，就我们说这个沙板和轮胎接触面积的这个对应面上面来讲，确实一个平面，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一定的我们说公路的胎噪，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会在路测当中去给大家做一个还原。但是这个呢也未见得，因为你要知道不同的造型的轮毂设计，它对于现在的这种包括像我们说现在轮胎这边的这个胎壁受测的压力啊，也会多少有些不同，这个跟你的整个轮毂的配重啊，轮胎这边的一个压力面啊，都会有一些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是在这两侧，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刹车助力油管。那么这两侧的油管进来呢，一根是进油，一根是回油，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把这个引擎舱盖打开来看一下它这个是不是独立油喉。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四轮刹车独立油喉的设计应该是对于我们说四轮独立悬挂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更有用的设计，尤其是在我们说举家出行的时候出游的时候，那么一台车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满足我们家庭的使用，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这台车整体的离地间隙高度其实做的也不小，你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会在路测当中呢去找一些烂路上面去给它体验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车型的最基本的设计是前低后高，这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型如果前方这一边它的这个距离限定住的话呢，那么我们只需要看前部的这一块的最低离地间隙就能够知道这台车的通过性能表现如何，而后方完全不会成问题，这也是这台车型在传统定义上设计的这种优点所在。而整辆车其实实话说还是采用了一些更新的一些设计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整个悬浮式的车顶设计。在以前的时候，悬浮式的车顶主要包含的是我们说的 A 柱啊、 B 柱啊、 C 柱啊，这些地方采用了一些贴纸或者是贴膜的一些设计，而很少会涉及到我们说这个承受力柱本身。现在这个车型承受力柱本身，包括像后方这一块的整个这个边的贴合的钢筋烤漆材质啊，也是能够将整个这个悬浮式的材质呢做成了一体，所以这台车尤其是白色的车型来说，看起来应该是让人格外亮眼的，而且至少有一些小清新的元素在里面。那么在整个车体尾灯这块的设计呢，你会看到更多来自于标致旗下的元素，包括你像现在日产的一些元素都有像这样的一个回形设计，并且是延伸到了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外侧外尾板的位置。而在整个车尾部呢，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更加富有张力的一个尾门。那么在尾门的设计当中，其实这个啊就跟我们说现在看到的3008、2008都是比较接近的。富有张力的尾门设计呢，让这台车型看起来更有一些线条的一些勾勒感。那么同时你会看到在现在这一次车型的一些设计当中，它的钣金啊、缝隙结合工艺的控制和以前的产品相比应该是提升了很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方，在整个底盘下方的时候，你会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得到它后方这边的抗扭力梁实际上并没有往后靠，而是往前靠，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后舱这边装了足够多的东西之后呢，它的这种平衡性能做的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只要后桥足够舒适足够软的话，我觉得在野外路况下应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吧。但遗憾的是你可以看到在内侧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说后轮刹车分泵的位置，有一根明显的金属拉线，而这个拉线呢就是手刹。OK，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方啊，这台车是一台豪华版，也就是目前这台车的顶配。那么你可以看到后方有一个倒车影像摄像头，同时还有1、2、3组用于我们说现在在后方去检测和规避障碍物的这样的一组探测雷达。所以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咱们这么看的话应该是不缺的啊。那么像后方的整个倒车灯的灯组设计啊，两侧的这些灯组设计啊，都是能够在夜间能够提供辅助光源去给我们的后方影像提供一些加持，同时上方的高位的刹车灯设计以及上方平整化的这样的一个车顶还有行李架。当然其实我更不介意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在这几侧设计几组经线，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台车应该会有一个更为实用的一个层面出来。你要知道有些时候里面装不下外面可以装，但你要知道这台车的行李舱容积是318升，而最大的折叠之后，就我们说空间变化之后，它的这种行李舱的容积跟我的生日是一样的，12月10号，1210升。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车内看一看。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在现如今宝骏的车型当中，它会有一个比较标配的一个设定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车钥匙的遥控。钥匙的遥控在以往的时候，我们说联动的通常情况下都是四门的开启、四门的门锁锁闭以及尾舱门锁闭，对吧？但现在这台车型呢，不光有了这些，还有了我们说外后视镜收折的功能。虽然说这个功能看起来现在很多车都会匹配，但是你要知道，把一件事情从一而终去由始贯终做到这一点的话呢，让这台车型的性价比还是提升不少。同时我们说也会省去用户在一些阴天啊、下雨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这个车辆停放的时候的造成的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麻烦。所以至少我还是很喜欢这功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细节。首先第一，这款车的车型设计当中呢，门板这边并没有更多的一些储物槽设计，所以我的这个车钥匙啊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放置，所以我只能找个地方去放。前排这边的储物格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来看细节，这边是一个硬质的壳体设计，到了这边来说仍然是。那么受制于成本的关系来说的话呢，这一代的这个510车型设计只有将这一侧呢做了一个比较柔软的皮质设定，当然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精致的缝线设定，以及我们说这种颜色的选取上面既时尚大方，同时也比较耐脏，因为对比白色来说它明显耐脏度要好很多。而在下方则是我们现在的整个门边的储物设计。以我的这瓶饮料为例，为了更好的去赢得我们说现在在驾驶席和这个侧方这一边的腿部空间让位，所以说它现在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特别突出的这样一个槽，但这样一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当中，它会把整个下方这一侧都作为一个储物格，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放两瓶水的话，只需要这一瓶往上放一点，这瓶往下一起就可以推进去了。而且它这两侧弧形的这样的一个切面的设计呢，会让这个瓶子本身两组就会怼到一起，那么它本身来说固定的位置这一块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在门边这边你会看到，它把它这一侧整个这个按钮部分的这个布局设定啊，并没有设计成我们说突出于手感的这种设计，而是做成了平面化的设计。这样一来的话呢，会让你的手放置呢比较轻松，同时你再去习惯了之后再去用这个功能的话就会相对比较好。而且在以往的车型设计当中，包括你像我们说的合资车型，哪怕进口车型，可能他们都不会去说给你完全去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自动车窗升降，并且是四门都标定好，并且是就说是四门都可以去，哎，自动升降、一键升降，这个很少。这个车型做到了，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标志这边。如果不是，它不会这么标。所以一会儿我们来验证一下。那么外后视镜、车内可收折、车外可调整，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你在车上路过一些这种比较狭小的一些路段的时候，你需要去收折你的外后视镜，你并不需要直接按下你的遥控器，而是需要在车里面去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对于现在日渐增多的这种汽车消费市场当中上路的这个机动车保有量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好事儿。当然你也能够看到一些以往在我们说国产车型当中比较严肃一点，或者说比较不那么隐藏的一些这种设定啊，比如说门板的一些固定设计，在这边有一个螺丝，而这一侧这个螺丝设计呢，它一定会延伸出来一个什么概念，就说是你要拆卸时间长了以后，这一侧这个细小的这个流孔它并不会给你给一个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而只会增加磨损、增加损耗。你拆一次磨一次，拆一次刮一次。当然门间这一边整体的这个车身工艺控制你能够看得出来做的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些异响出来。而整个门边这种胶条的缝隙，包括像胶条这边的整个密封以及柔软程度，其实在我现在的手感触碰起来已经是基本上能比得上合资，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些车型当中它的一些成熟的一些气孔啊、透气啊、工艺啊都做得还不错。那么整个车门这一边呢，在这个门边这一侧的位置你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一次焊胶和卷边工艺，这也就更突出了我们说在这个下方边缘这一块胶条的密封和贴合。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侧。那么作为在下方这边的几个简单的控制区域上面，只有一个大灯高度调节，还有就是我们插卡的位置，这个卡呢无非就是你的这个 ETC 卡啊、行车卡啊之类的东西，或者是地库出入卡，放到这边就可以了。而这边则是一个简单的储物盒，现在这种储物盒的设计其实是在当年给诺基亚的手机设计的，空间比较小，手机要好放，但不管是以我的上市或者是我现在的手机来说的话，放到这边完全是放不下的。下方就是我们的引擎舱开启和这个我们说后方的这个
油箱盖开启。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基础结构设计啊。那么座椅这边呢是一个皮质打孔设计。那么其实实话说，在车里面现在这个气候下，我坐进来啊，穿这么一件单薄的牛仔裤还是稍微有点显凉，但这个突出了一点，就是说你长时间乘坐的时候，有可能在夏季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一个透气感受，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是这款车型它在它的全部设计当中只有顶配版，也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款豪华版车型才会拥有电动座椅调节。电动座椅调节在这一侧呢是一个六项座椅电动调节，但是遗憾的是什么？遗憾的是腰部这边的一个调节它变成手动，也就是说六项电动加两项调节，就是这样的。而转向管柱的设计是在这一侧你才能够摸到一个我们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扳手，拉开它之后呢，就你能够看得到的是它其实只有两项调节，没有四项调节。而在两项调节当中呢，它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牛杆弹簧去做了个回位，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个啊，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它没有办法固定，你需要一定的力量拉到某一个角度然后再去做一个回位和固定。但其实以我现在的坐姿和整个这个中控台这边的一个间隙来看，在穿进去这一方直视我们说现在仪表的视野上来说的话，还是应该把它调到最高比较好。当然这里面也就延伸出来另外一个概念，你的这个仪表是不是有必要去设定一个辅助仪表。如果说你能够去像一些 HUD 或者说像一些其他的车型设计当中能够将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反馈到我说现在的这块屏或者这块屏上的话，那这个观察部分的视野只会在我停车的时候才会用到，跑起来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不会去看它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别的方面吧。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车内这边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设计。但实话说我现在这个位置去乘坐的话，我会稍微觉得这个背后有点硬，也就是我说现在这个腰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如果它能够增加一个腰靠调节，哪怕只是给一个手动的，都会给你的这个皮质的座椅啊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贴合度和舒适度，这是第一。第二是在现在这个车型的设计当中，我现在这种坐姿啊仍然是觉得这个车型可能有点紧，但是如果我往后调了之后呢，我离这个挡杆又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这个坐垫的这个长度上面来说是有必要稍微给它加强一点。那么在长这么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车，哎，我可以稍微这么躺着这种姿势呢能够去乘坐一下或者说去驾驭一下，而这个转向管柱呢就可以上马到我们说现在的四项管柱调节，哎，往这儿一拉这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些细节吧。首先第一啊，我们从上方看，这种材质在国产车型当中来说，从2006年开始，以那个时候的吉利车型、长安车型，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奇瑞啊、比亚迪车型为主，他们在内饰上的这种材质虽然说是比较简单，但是简单并不是廉价。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内饰设计都是软质的，并且是里面还有一些这种铺装物去给你做这样的一层缓冲，而不是直接给你给了这么一种网格布往上趴这么一粘就完事儿，因为那种车型会给你感觉这就是块纸板子，而这种给你感觉是一块不错的板子，然后能够有一定的舒适的一个手感，并且不用担心说它材质问题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比较膈应、比较别扭。在上方这边来说的话呢，我现在给大家去把这个后方的整个遮阳板就给它全部打开。当整个天窗的隔板全部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天窗它不仅仅能够做到我们说现在的一个四六分割设计，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采光效果，而且上方的这个它是可以开的。当然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它有一个更好的更为安静的一个电机工作，有这个东西就不错了。我们来试一试有没有防夹呢。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没有，所以得亏今天我有这么一个瓶子，不然的话不是我就是君志，我们俩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会比较疼。那么作为这个